散打的前身称为散手，起源于中国，是一项具有独特的中华民族风格的体育项目。现代武术散打是两人按照国际武术联合会制定的规则，在80厘米高、8米见方的擂台上，运用武术中的踢、打、摔技术，在规则规定范围内进行较技、较勇、较智的徒手对抗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逐渐形成了远踢、近打、贴身摔的技术风格，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对抗竞赛形式。今天将由我为大家做讲解，我将从散打各技术环节的动作要领、运动轨迹、提高训练及在实战中的运用给大家做讲解，希望我的课堂能给各位教练员和运动员提供帮助，我们共同进步。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散打贴身摔法中的大德和技术，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动作展示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下德和摔的动作讲解。首先，两个人在贴身的时候把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手在对方的颈部，首先你要拉动对方的身体，让对方的后腿靠近你的前腿，拉动对方。当对方处于这个把位的时候，脚在这个把位的时候，你前腿勾踢对方的膝窝以下，膝窝的部位，然后手要做出推的动作。好，拉动、勾、推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学习散打中的上步闪踢摔。首先，请大家看一下动作的完整展示。好，当我和对方处于搂抱状态的时候，我的手固在他的颈部，上步，同时脚放在他颈骨，然后手拉，后手推，你看，好。接下来我们将学习一下过臂摔。过臂摔分为腋下过臂摔和拦腰过臂摔。首先，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动作的完整展示。好，腋下过肩摔。好，我跟对方处在这个把位的时候，搂抱的把位的时候，首先我以我的腰的胯部做支点。首先，好，同时用胯部顶住对方的同时。往前顶住对方的同时，我的手从对方的腋下抄到对方的腋下。好，这个动作好 ，OK。好，顶住的同时，你看自己的肩膀要低于对方的腋下，一，然后手抓住对方，你要锁住对方的肩膀，同时做出动作。接下来给大家再讲解一下拦腰过肩摔。好，动作原理是一样的，以胯部作为支点。好，首先。拦腰抱住对方的腰部，同时上去用你的腰胯顶住对方的腰胯。好，那脚后跟朝向对方，一二，好，蹬地再撩你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将学习散打搂抱摔中的躺倒摔技术。好，首先我给大家做一下动作要领的讲解和展示。好，躺倒摔技术，首先两人在搂抱中处于这个把位的时候，对方的脚，好的，腿离你前腿比较近的时间，第一要你的右手，第一要锁住他的左手。好，然后身体下降的同时，把肩膀降到他的腋下位置，腋下位置的同时，你的脚过去勾他的，插紧他两腿之间，然后做一个转身的动作，然后向后倒，背朝对方
倒下。下面由我们给大家做一下展示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散打鲁抱摔中的缠腿摔技术。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技术要点和展示。好，缠腿摔技术呢，通常大多数用于在你用摔法进攻对方时被对方识破，然后突然转位防守。好，我来给大家做一下展示。比如说我用夹胫过背去摔对方的时候，对方突然识破，好了，防守重心下降，防守的同时我现在转位被动，现在我要做出防守，所以说我就可以顺势用你的脚去勾住对方，用你的左脚去勾住对方的右脚，你看脚尖固定住，同时防住上面。好，然后这个用你的左手呢去抓住对方的肩膀，同时你的支撑腿和身体有一个旋转，看，同时腿要翘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散打鲁抱摔中的手别摔。手别摔一共分为两种，叫内侧手别摔和外侧手别摔。我们先讲解这个外侧手别摔。好，下面给大家讲一下动作要点。比赛或实战中处于这个把位的时候，对方膝盖离你很近的时间，好，迅速下落你的左手放在对方膝盖的左侧，然后腋下夹紧对方的手部，锁住，牢牢锁住。好，然后转体，同时手作为一个支点，转体拉，做拉的动作。好，做一下完整动作。一，迅速下降，走拉。下一个给大家讲一下内侧手别摔。好，动作要领，首先是我做下潜抱对方腿的时候，对方有防守动作的时候忽然下撤，他如果有防守往后走，好，我改成朝他内侧，同时后撤。好，下面我们将学习下潜摔。好，当我与对方对峙的时候，对方用拳法攻击我的时候，同时我一定要下潜的同时腰贴近对方，不要驼背，一定要贴近对方的同时前手抓住对方的腰部，后手抓住对方的膝窝。好，然后身体重心下降，腰是直的，同时把对方往抱紧，抬起来，同时手的右腿把他的大腿往横向往外拉，同时脖颈往左发力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好，走，拳法，走，进步，好，扛起，蹲起，然后抖拉。好，手拉和脖颈横向的推要一致。来，再来一遍，一二，嘿，好的，行。
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完毕。本次课程我们共学习了步法、拳法、腿法和摔法，希望我的讲解能给各位教练员和运动员在以后的训练中带来帮助，在赛场上较技、较智、较勇，取得优异的成绩。